刚这个八段锦哈，锦是那个绸缎里面锦啊，绸缎里面锦是最高级的。那八段锦是叶飞哈，宋家那个叶飞的部队哈，攻到贺兰山哈，那些部队在练的八段锦。啊，总共有八式啊，其实我们不用做到八式，大家做几次就可以了。啊，可以多做几次，回家都可以练的哈。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有一个易筋经哈，叫最基本的那个叫做双这个是也是双这个脚跟手的那个提翘的动作哈。好，那我们就双脚打开，以肩同宽哈。很简单的动作。啊，以肩同宽哈，那舌底上颚哈，这是在练气功里面最基本的舌底上颚。啊，先练习基本动作哈，就是脚跟，好，脚尖。你也无白做下脚，不要紧哈，脚跟。脚尖啊，脚跟，脚尖，脚跟，脚尖，脚会酸哦，哎，脚跟，脚尖，好，脚跟，脚尖，好，这个动作会了以后哈，这是脚的动作，接下来是手的动作哈，哎，对，先帮我们做一下，哎，那现在就是要做，你还不做。啊，接下来是手的动作哈，刚刚是脚的动作嘛，接下来手的动作哈，手的动作是手上来的时候，手掌心向上，下来的时候掌心向下，啊，这是手的动作哦，啊，这样，哎，脚要不要动啊？啊，接下来哈，就是要脚跟手要配合了哈，哎，脚跟手那个要配合，脚翘起来的时候，手向上伸起来，接下来脚尖，哎，脚跟。脚尖，哎，脚跟，脚尖，哎，等一下呼吸，等一下呼吸，等一下，哎，动作先做标准，好，脚跟，脚尖，脚跟，动作可以快一点哈，好，脚跟，脚尖，脚跟，脚尖，好，这个动作会了哈，我们开始做呼跟吸哈，不能用嘴巴，啊，用鼻子哈，上来就是呼，下来就是吸，啊，呼啊吸。呼，要来呼吸了，那是吸，吸，呼，哎，吸，呼，好，哦，就是这个动作叫做哎，这是易筋里面的第12次哈，最简单的。那每天在家里可以做36次或72次或108次哈，哦，那我们就做36次哈，哦。好，开始哈，哦，来，脚跟脚尖哈，哦，好好，开始啊，哦，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八，要吸呼啊哈，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好，停。脚会酸哈，哎，小腿。啊，这个类似有点像在爬山背抓。啊，如果你稍微有点感冒的现象的话，你在家里自己做，它会增加你的免疫系统。啊，这个都是纯粹很自然的动作哈。啊，接下来我们来做那个八段锦哈。八段锦很简单。第一次哈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双手托天理三焦哈。那我们你在办公室或者是说工作很辛苦或者去爬山的时候，你都可以做哈。很简单哈，双脚打开，以肩同宽，舌底上颚，好，手打开哈，好，双手托天理三焦哈，好，这样慢慢双手交叉，好，拉上来，接下来掌心向上，掌心向下。好，拉上来，双手扣住哦。好，拉上来，推，好，翘脚跟，上个 kitty， 呼吸自然哈。
欸，不能马上下来哦，好，稍微动一下哦哈。好，慢慢放掉，掌心向上，好，收左脚，接下来跨出右脚，也是一样哈，双手托天，礼三焦。好，掌心向上，向下弯，好，双手扣住，好，慢慢提上来，好，翘脚跟，双手托天。啊，这一次哈，对你的三焦它是有所帮助的哈，回去都可以自己练，很简单的动作哈。啊，这是八段锦的第一次哈，好，掌心向上放下，好，收右脚，好，再做一次哈，双手托天理三焦哈，好，跨出左脚与肩同宽，折底上颚，好，双手托天理三焦，没做得但你敲来，他敲得赢呢，好，掌心向上。好，向下弯，双手扣住，好，慢慢刷上来，好，托天，翘脚跟，好棒，掌心向上，好，收，好，跨出右脚，好，双手托天，理三焦。掌心向上，好，向下弯，双手扣住，好，托天，下脚跟哦，好，放，掌心向上，好，收，哦，有运动到了哈、哦，接下来是双手攀足固胜腰，都是七个字的哈、哦，我练出来都是七个字的哈、哦，都是有押韵的。啊，这个双手攀足固胜腰哈，这个招式哈可以保护你的肾脏，还有你的腰，哎，啊很简单哈，也是一样，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折底上颚，好，双手往前，往后仰三次，一次，两次，好，三次，好，弯，双手碰到双脚。哈哈哈哈哈！好，放到这个地方，这有问题哦，黑住了，放到这个地方。好，往后仰三次，一次，两次，好，三次，好，收左脚。这一次哈、哦，对你的腰、对你的肾都很帮助很大哈，一定要做哈、哦。好，跨出右脚，与肩同宽，折底上颚哈，双手攀足固胜腰，好，往后仰。一次，两次，三次，好，双手碰双脚，好，不够身段，真不够了，两次，三次，好，收右脚，好，这个招式很简单。回去都可以做，啊，对身体绝对有所帮助哈、哦，哎，对这个腰跟肾，好，我做完，两次了哈、哦。你说你能上完山，你趴这个平了，我得了。那不是我要跟后辈上山回啊。你纪念品都唔咩噶？本周都咩拿上去康复，你得了。好，接下来我们都是后辈康复，我们要做一个那个，双手，这个叫名称是什么？这个。哦，我觉得这个太久没有打了，忘有点名称有点忘记哈、哦。他的动作就是蹲马步，酷杯水，马步会哈、哦。我们有当过兵的都蹲过马步嘛哈、哦。哎，好，我做一下哈、哦。他这个好像这个拉弓箭哈、哦，就是你在双手射雕，双手名称我忘记了，就是像在射雕哈、哦，拉那个箭，就这样蹲马步哈。哦蹲下来，然后双手，然后先往左边哈、哦，右手拉，左边比，我、啊、看左边，啊、出来了哈、哦，要拉很要狠的，好，好像射箭一样，看左边，好上，好，接下来右边，好，比右手，拉左手，哎，双手射箭是射雕，我忘记了，名称哈，这个是蹲马步，啊，有人是蹲他不习惯哈、哦，哎，这一次。那左右开弓是射雕哦，对对对对，现在想起来，左右开弓是射雕。
好厉害，左右开弓四射雕，深藏不露。好，我们先把脚收回来，再一次哈，左右开弓四射雕。好，跨马步，左脚跨出去，蹲下去哦，马步。好，双手，好交叉，右手拉，左手比，出来喽。哇！对转对转对转，再来再来。左右开弓四射雕，好换。好，接下来换右边。好，左边左手拉，右手比，拉哦，出来喽。轻轻的，轻轻的，我输了。好，放。好，左手脚。好，接下来跨右脚，也是一样，蹲马步，左右开弓四射雕。好，右手拉，左手比，拉。看左边，好，好放，好，接下来左右开弓四射雕，好，左手呢看右，好，收，好，接下来叫做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它这个是针对说你有这个不凶那一种的，它可以做这一次五劳七伤往后瞧，看后面哈。我回忆一下哈，好，好像跨出左脚哈，好像抱个西瓜，往后拉，然后推出去，跨左脚，跨左脚，然后头看右，头看你的左手，啊，手一头高，一个托天，来的是前，一个翻过，头看左手，头要看到左手，哎，托天安地，一个托到天，一个。拖到后面哈，好收，这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好，接下来右脚哈，右手在里面，往后拉，翘起来要脚，这脚跟要翘，脚尖要翘起来，然后坐在翘起来的时候弯，然后再坐下去，然后看右手，左手，看得到吗？看右边，看右边。哎，啊，左手要托天，托上去，好收。这一次叫做五劳七伤往后瞧哈，很、哦、辛苦哈、哦。好，再一次哦，五劳七伤往后瞧，好，左手在里面哦，好八，好弯，推，好头看左手。哎、啊，我跪哦，安尼看我这包五劳七伤往后瞧，好收。没关系，我们就这一款，就这一款。看左边的，看两边一起看，看对眼的，知道麻烦了。好，再一次哦，右脚。好，右脚出去的时候，右手都抱西瓜，右手在里面哈。好，好，那翘脚跟，好，再弯推，好，五劳七伤往后瞧。好，收。即使在你在自己做的时候，哎，他的脚是弓箭步吗？哎，出去不用，不是弓箭步，就让他，他是转，这样转，他是这样，他是这样转，哎，先从弯下去，你先，马上靠呼吸啊，哈，哎，这个都是其实都有呼吸啊，就是不用了，我们都自然呼吸就好了。好，接下来叫做调理脾胃单举手，调理脾胃，这一次的做法是调你的脾跟你的胃，单举手。好、啊，神明们，他们要记得是好玩的，以后有机会去做个奖励。啊，哈哈哈哈哈！有机会奖励给你们回去，葵花宝典，葵花宝典，拿来啊！欲练神功，哎，哈哈哈哈哈！后面那一句就不要讲了。我也刚比较快、啊。不，他后面讲了。只要肯练，对吧？自可成功啊！稍微做做就大的就做起来了，哈，就全大的就。那如果你去爬高山的话，你就要做这几次，就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调理脾胃单举手，这一次比较复杂，比较麻烦一下哈，比较麻烦。好，双手握拳，踏滚头，这样，左脚伸出来，双手就握拳。还要蹲马步吗？不用，这样就好了。好，转，转的时候哈，左手出右拳，左手的拳在腰，出右拳，左手在腰哈。好，就这样哈，先这样。过来，这样转，出右前，出右前，出要这个出力量啊，慢慢出上来。右脚出左手，哎，左手的在腰，哎，好，这样会不会？